歉了，良心，七宝琉璃塔的底座可以助齐辽孵化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孵化齐辽并不只有这一个办法，我可以去寻其他宝物相助，合成七宝琉璃塔势在必行。这依莲草可随心改变你的发色，在人界依莲草可以说是有市无价，我拿这个和你换。嗯，怎么样，换不换？哼，这是奶果，是人界桑曲河畔独有的美食，你难道就不想尝一尝？哼，主人，我能不能吃一点呀？嗯，真好吃，还和以前一样美味，怎么吃也不够。嗯，嘿，太香了，给我一个。啊，想吃啊？那你把底座给我。你得先给我尝尝，否则免谈。一共就这么多了，都给你了，各有诚意吧。味道也就这样嘛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快。嗯，良心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去和他谈谈。某些人刚见面就一口一个哥哥哥哥的叫着，现在拿到底座就翻脸不认人。哼，你说再多都是白费口舌，这底座拿什么我也不换。真的不换？说了不换就绝对不换。既然如此，这块记录紫薇大帝事迹的听风石我可就留着自己收藏了。哥哥，哥哥心怀七戒，梁希作为哥哥的传人，哥哥自然希望他能守好七戒，底座还是交给梁希更合适，咱们换换。齐辽还未孵化，这世间除了大帝，齐辽是你唯一的陪伴了，底座你就自己留着吧。这不冲突，梁希身上地气那么浓郁，齐辽但交给他孵化，百利而无一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孵化齐辽的。七宝琉璃塔的残缺部分，如今七宝琉璃塔融合完整，你立刻前往，务必将神兵带回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梁希能有几分本事。小心，七宝琉璃塔还能被炼化认主，气血鸿蒙，乾坤共生，紫薇真火震，是万雷劫。没想到少主炼化七宝琉璃塔时散发的地气直接唤醒了尘封的万雷劫。地风珠、岩明草，这些稀世灵宝千载难逢，这个洞穴中竟然有这么多。不愧是少主，气运加深，奇珍异宝都抢着归顺您。宝物任谁为主还不一定呢，至虚极守进度，万物并宗，乖，这些宝物能者得之。你说的灵宝能者得之，我这叫天命所归。哼。啊，梁希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脉召唤，这附近说不定有什么秘宝机缘。哎，这是幽冥王族特有的指引暗纹，这里一定有幽冥王族的秘宝。我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地金国先辈的召唤气息。你们的召唤感都如此强烈吗？不是说我楚家分支在此，怎么我就没有感觉啊？或许是离得远你才感知不深，不如我们分开先去寻找各自的血脉指引如何？祖地已经万年没有开启，难保还有其他危险，如果实在找不到也别勉强，我们还在这里汇合，你多加小心，有事及时联络我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楚尘，我们先去其他地方了，你待会儿记得跟上。这祖地中一定还有什么朝元遗留，楚尘，你可是未来大帝手下第一战将，争口气啊。哎，就这里的能量波动与其他方向不一样，宝贝肯定在这里。魅龙之息，现在
去找你的同伴。无足之息，撑不了多久，得赶在血脉之力侵蚀之前参悟这道神纹。我被困在这个囚禁之地万年了，终于有个像样的血脉之人了。待我夺了你的躯体，重现世间之日，便是这七界大乱之时。他居然在接受龙狐神纹的洗礼，哼，正好借你引良心出来。饵料准备好了，就等大鱼上钩了。这是哥哥留给我的，小鬼你走开。你就别挣扎了，此宝一心归顺于我，你又何必横刀夺爱，你就从了他的心愿。少主，雪传人，快闪开，雪文小姐她哼，雪文小姐在前面的洞穴触发机关被困住了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您快和我去救人吧。楚尘真力怎么会如此紊乱，在哪里？你快带我们去。上钩了，梁希，此行定叫你有来无回。哼，找到你了。少主，雪文小姐就被关在里面，我去看看怎么破解石门。你这手下有问题，肯定还有条大鱼在后面，你别管，一切交给我。除了哥哥的事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哼。嘿，这形状和七宝琉璃塔一样，难道要七宝琉璃塔放进去才能打开石门？哦，我试试。这七宝琉璃塔我就收下了。等等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，万一触发了机关就糟了。嘿，少主你看，这能有什么机关？哼，多事的家伙。哼，找到了，你说的还真对，是我多虑了。哼，少主，怎么了？我算了一卦，今天不宜破机关，我们下次再来。等我拿到七宝琉璃塔，一定要扒了你的皮。磨磨唧唧，既然你不想做，我就帮你做。嘿，我看你小子的状态就觉得不对劲。嘿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躲在这里。我看你要躲到何时。霸道的火焰竟然能烧穿我的精神屏障。什么时候东海龙族出了这么厉害的后生了？不如离开东海转投我麾下。我倒是没见过有龙不当去摇尾乞怜当狗的。哼，我是混沌界的魑魅王，龙神也就仗着老龙皇的偏爱才压我一头，他能给你什么？钱财、地位、术法，我通通都能给你。你是龙神的妹妹？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侄儿良心，见过小姨。他什么时候生的孽种？哼，不过我倒要看看他死了个儿子会是什么反应。嘿，告诉我雪人在哪儿，看在母后的份上，我可以放你一次。打赢我就告诉你，否则就乖乖交出你的性命和七宝琉璃塔。梁希，你又如何斩我，如何救你的女人？龙族藏书记载，魅龙离经叛道，修炼混沌界邪术，实为龙族之耻，果然所言不虚。我偏要修炼混沌界邪术，
论药能能力，我哪样不比他强？龙神的位置应该是我的。嘿，我力敌混沌修罗王座，与我人界一方，不配与他比。找死！竟然能四次龙族狂化，为了谢恩，石人也该拿出些本领了。哼，原来只是龙族外气，四次狂化还比不上我的三次狂化。撼天柱、搅水机、火烧奇轮、火旋气机、玄摇百官、金龙行天，这小子是个什么怪物？七次狂化，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早已觉醒龙皇血脉。真是可笑，以前老龙皇偏心他就算了，现在连你这个外戚都偏心，实在是糊涂。今日我便要让他知道他选错了人。看来这位龙皇认可之人如何承受一剑之力的镇压。七宝琉璃塔，内龙之身，杀了他。龙皇赤令，内龙之歌，给我回去。他认得一个外戚都可以召唤龙皇法身，哼！但任你天赋再强，剑面之力没有了我的控制，你我将共同丧命于此。不过一剑之力，我破给你看。这小子到底能变得多强？难道连看人的眼光我都不如他吗？我认为你很强，但你不适合统领龙族。哼，凭什么他适合？身为一族之长，更应该为全族的利益考虑。你为争夺龙神之位修炼混沌界邪法就已经是错了。龙神之位就该强者居之。按你所说，那么如今我才是龙神。母后是龙神，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，而是他计较的少。他为了龙族奉献了一生，你自问能做到吗？我输了，那头九尾狐就在里面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念在你是我母后的妹妹份上，今日我就饶过你。希望你日后不会落在我手里。少主，我怎么感觉这么疲惫？就是你道心不稳，被魑魅王魅惑了，否则我还会在这里晃悠。哎呀，少主，我错了。放弃抵抗吧，你终究是我的。许文，来！云虚浩荡，炼狱本座，心魔乃书。明明堕无，何必负隅顽抗？多少人想与本王融为一体，成就至高境界。与你相融，就是生死道消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雪文，你敢伤害雪文，就要做好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。少主，我们的剑招对他无用。你别浪费真力了。碧晨被囚禁在七界之外的虚无之地，他这道虚无神魂是靠着神游过来的，你们根本攻击不到他。凌晓，你怎么还没死？你最好识相点，不要插手。你说不插手，我偏要插手，没人敢左右本小姐。这枚玉牌里记载的化神游天术，可以通过龙狐的神魂找到虚无之地。哈哈，凌晓，你也老糊涂了。这小子想要把化神游天术修炼有成，至少得200年，而本王早就夺了他的肉身。雪文，你把这
你出来的。一门术法而已，我要是想学，谁都拦不住。魂出天外，路影昭昭，不过是玻璃神魂，又有何难？怎么可能？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就练成这么大术？就出金扒皮吧！七界在对面，看来已经脱离七界的范围，到了虚无之地。七界外的虚无之地，就算靠着化神游天术也很难找到，是我小看你这个金仙了。放了雪纹，我可以给你留全尸。想救下那头狐狸，除非你这小小金仙能打败我。我为了找到血脉本源，神游七界万年，神魂早已被锤炼成躯体哀腔。陆仙空域，比拼精神力，我从没怕过谁。我之所向，皆我所化。放、啊！你的精神力怎么会这么强？他的神魂强大无比，短时间内无法磨灭，只能拖延时间，先占据外面的身体。梁希，你的雪纹做了什么？你感受到了，我即将占据他的身体。只要除掉你，我就可以救下他。我的分身将飞入人界、混沌界、修罗界、幽冥界遨游。分身不死，我则不灭，而再过数十息，我将彻底与他融合，你又能怎么办？那就一次全灭了。天元、天玄、七里琉璃、龙穴，追敌。北门身边，这是龙王血脉，怎么会是见面之谈？过不去了。结束。不！看雪纹。雪纹应该没事了。紫薇大帝。弟子良心见过师父。当年为了护住人界，本帝只能先把碧尘囚禁于此，没想到你解决了这个隐患。是师父教得好。我不止在天界的封印在不断被削弱，若是十二神王全部苏醒，他们为了恢复全盛的实力，将会吸食各界本源。他们是要以七界为食？良心，只有你才能对付十二神王。为了不让十二神王收割各界的生灵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竟然一期间突破到了金仙四重，多谢师父的大礼。定位青金塔浓浓的天界气息，战争神王，我也送你一份大礼。见过紫薇大帝。林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别过来。良心到天界一游。良心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我以为没
没了龙狐的气息指引，你回不来了。太好了，少主终于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夜魔受伤？不是，我也没事，只是体内的力量太强了，还需要时间适应。当然强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七剑中唯一的九尾龙狐。接下来就是把维亚和福蕊找回来，再搅乱混沌界后方，让他们守卫不顾，没办法针对人界。一切都听你安排，人界大英雄。我绝不会再让你落入今天这种险境。少主好一张釜底抽薪，只要能够让人界少点战争，不管刀山火海我都会去。你与我哥哥命运纠缠，我会跟着你直到见到哥哥为止。那就让混沌界看看我们的厉害。